现在3-4点钟，正确一点是3点半，3点30分，醒来发现妈妈，鼾声比较重，现在鼾声没有了，刚刚鼾声很重，感觉上有点喘，然后我跟她量血压，量不到，量了很多次，都是量不到。都是出现错误讯息，不知道是什么状况，然后血氧比较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体温量到是36.2。但是我们摸起来有一点点，还好啦。气温还好。现在没有鼾声了。